时尚玩家主持人们在爆什么料？喂，大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我在等录影啊，肚子有点饿，吃个泡面。是什么样的泡面？可以爆料一下。我这个泡面不得了了，简直是天菜等级。你说我怎么有两碗？没有啊，我两个都想吃，完全选不出来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口味？我现在吃的这个第一碗呢，超级迷人的三杯香气跟爆炒锅气，它面吃起来很 Q 弹，里面的肉片啊，还有蔬菜量都很多很实在，蔬菜吃起来是那种甜脆爽口，都可以吃到蔬菜的甘甜味。另外一碗是什么？啊，另外一碗，没错，它这个味道呢是经过180天发酵所散发出来。我觉得豆香气其实蛮浓的耶，豆瓣很香之外，它的辣椒酱层次是很丰富的，而且风味是那种甘胖甘胖的，香而不腻的感觉，香辣带劲。哎、欸，好啦，我觉得，哎、欸，下次带一碗给我，可以，可以期待一下，可以期待一下。